这个这杀气道交关日家没回来了，拿我一个人回了屋里向。当初最后的辰光是呼呼倒好，现在骗到手了，就不管我了。哼，没敢便当，老娘我也不是省油的灯。屋里向，不客气，我要详详细细来问问。太太，哎呦，这杀气道回来了呢！太太，太太，嘿嘿嘿杀气道，侬这两天洗到啥地方去了？哎呀，搿两年我辣做一笔大生意。大生意，嘿嘿，赚了一笔大钞票。大钞票，不？哎呀，家子喂，这笔大钞票不是鲜花，是花花喂。花花，杀气道，你又听我说了？亲弟，亲弟，家子侬听我讲嘞。那也听我了不？心里想，待公子突如其来，闻听鸡鸣声，我急忙前去赶庙里。原来是个流氓辣辣调戏一位卖家人，我拔出腰间小罗锤，吓得他们进过庙里大声喊：“真啊，那么后来呢？”上帝欺负门，一支支我不肯打真的，我马上拿出杀手锏，伊服服帖帖回伊，在我身，在我身。啊，杀气到你骨头高兴啊！哎，我问侬啊，是伊好看还是我好看？当然是伊了。啊，不，伊比侬难看一点点，不过伊比侬温柔。又是温柔。
侬啊温柔的，侬们那哎压力温柔。许多哎，我关照侬啊，侬想拿伊套走了呀？没噶皮带。哎呀，噶子喂，我哪能够呢？侬晓得伊是啥人吗？啥人啊？嘿，伊是钟子良的老婆哦。哦，侬不像一个女人啊？哎呀，钟子良告发我贩毒，我要与女人吸毒。侬毒？哼，这个就叫无毒不丈夫。少你个！少你个！这个不是为了侬啊？为我？侬吃个用个，生了像咋个平常还要去出去搓搓这个麻将嘛？这笔钞票啥地方来啊？嗯，倒也有眼道理。嘿，以为是一只聚宝盆了。聚宝盆？侬晓得？伊拉爷是啥人啊？啥人啊？杭州赫赫有名，也在上老板苏金玉。我以为是大老板的囡啊。嘿，以为有一只箱子，箱子，嘿，这只箱子，伊是手不离箱，箱不离手。我看这只箱子里向一定有值钱的东西。对，值钱的东西。搿么有人啊？辣外头。快点去叫伊进来呀！好，起呀！哪能啦？咦，做啥啦？骨头干净？是吧？啊？我想跟侬商量一桩事体。侬讲呀。哎，我想让伊做我呢屋里个太太。啊？搿么我呢？侬嘛，做我呢屋里向个佣人。弗莱斯哥。我等光。哦，搿么刚好，只做五分钟哦。五分钟。多一分钟啊，弗莱斯。好。去叫，去叫，快去叫。好。去叫，去去。梅花啊！梅花啊，梅花，梅花，石勇，哎，我哪能干来了？咋个手门开了？干啥子？我手酸嘞。哎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哎，我个箱子，我个箱子。喂，他个么子？放。石勇，哎，对着凳子我坐着，舒服。侬坐，侬坐。石勇，哎，我只不过来泡一杯西湖龙井。好，哎，泡杯西湖龙井啊。没得。碧龙城有吧？泡杯碧龙城啊。没得。那咖啡有吧？有。泡杯咖啡，没得，咖啡有个。哦，我去泡，我去泡。嘿嘿嘿嘿嘿嘿嘿，别哭啊，一路上辛苦的。那咖啡来了，咖啡来了，请用咖啡。味道哪能？哪能介咸个？啥？咖啡也一个。嗯。喂，侬放啥么子？酱油汤，外加一把盐。我怕侬啊从外头回来，那细菌带回来，让侬消消毒，杀杀菌。哎，石勇，快拿块毛巾让我擦脱伊。哎，那块毛巾，好。哎呀！那，毛巾来了啊！毛巾来了。哪能噶丑啊？啥？要死一块了！这个是我的大家布呀！哪能赔了？石勇，哪能赔了？打个药，打个药！喂，帮太太去送点药去！去！哎呵，侬看哪能啊？屋里向多少十亿佣人一个，侬看哪能？我好像又回到了做大小姐的辰光了。哦，是吧？药汤水烧好了啊。哦，好了，药汤水烧了。咦，美花，大月拎箱子做啥？此地就是侬的家，今日侬就是此地的主人了，侬还怕点啥？啊，对的，今日。我就是此地的主人了。对，去吧。嗯。
喂，快！侬要清清气，帮伊擦擦背，等伊这边里噼里啪啦一顿喷出来，够伊跑输了。啊，杀气多，好人么侪侬种，恶人么侪我种。阿奶，这张箱子不要。少太太，我来带侬擦擦背哦。赵太太，我来跟侬擦擦背哦。侬干洗了？啊，侬洗了？四幺，四幺，快救救我！四幺，洗嘞，侬四幺，洗嘞哦，哦，侬洗嘞哦，啊，四幺，到阿拉屋里来做太太，阿侬开心伐？啊，侬睁开眼睛看看清爽，来了侬爱情问你迭个人，我就是赵少勇，正正实实、恩恩爱爱的正牌夫人。江娇娇，那竟然骗我！少勇，我跟侬拼了！我拼你！侬等我滚吧！我个小子，我个小子啊！我个小子，滚！滚出去！滚！我个小子，我个小子！箱子，箱子，关于房子，房子，箱子，统统侪是我的了。哎呦喂，做啥？啊，乖乖呀，侬真是